不是你没完了是不是？可是你先跟我不耐烦的呀。我不是跟你，你能明白不？我先说，我乞丐，躲开，夹死你！貂都收拾上来呗，是不？行啊，收拾完赶紧走。你那个花放家里的，我咋跟你照顾啊？嗯，我浇啤酒还是浇可乐啊？浇咖啡。嗯，我浇拿铁还是浇美式？浇糖马奇朵。那我给你买点糖马奇朵浇一下呗，是不？你挺幽默呗。后悔了吧？不是，你怎么还骂？你是不是真当我啥事都不知道呢？你知道什么了？你手机里男的谁？啊？哪有男的呀？就现在。那不就是拍搞笑视频一男的吗？好笑吗？好笑，天天好笑。那咱俩一起看会儿，你别走了呗。你有病啊？不是，你怎么还跟我这个态度呢？行啊，你上来吧，你别走了，他走了。谁？我问你谁？你管谁呢？不是你管谁呢？行，我现在问你了。你真别急，你上来吧。你是不是闲的？不是，我怎么闲着了呢？啊？不是，那我还得咋的？你能不生气呀？啊？啊不困难，你早说呀！你错了。哎哎，不是你干嘛？对不起。我是警察。哎，不是你等会儿，你先别走啊！哎，你别走啊！走那么着急？挽留我。有点冷，衣服穿上。不是，我就跟你开玩笑，对不起，我真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就是，你知道，这个对不起，我说来有点困难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样。我也错了，我也不应该态度这么差。我道个歉就好了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